放开一鞠躬。你知道吗？有一次我生病住院了。啊，那么严重啊！我表妹写了一封信来安慰我。呵呵，信里面说什么呢？亲爱的大姐，听说你生病了，请你好好养病，千万别随便乱下床。但是他才幼稚园，所以有几个字不会写。哪几个字不会写呢？大姐的姐，生病的病，还有下床的床。床哦，拜托，这些字啊，我幼稚园的时候都会写了的，才怪。他结果他就把不会写的字画圈圈，画圈圈，这圈还画得不圆呢，真糟糕啊！我一看就误会了，为什么？我以为表妹关心我，要叫我多吃鸡蛋。Oh my god！ 但是念起来不太像吗？那你念念看呢？例句：亲爱的大蛋啊，你怎么会变成大蛋呢？我想说大蛋也没关系，我照样吃。我最喜欢吃蛋蛋呢，念起来可真有意思。那你念给我们听听看呢？亲爱的大蛋，听说你有蛋，请你好好养蛋，千万别随便乱下蛋啊！真的，这根本就是闲扯淡嘛！关系啊！吼，你是没有听。